在一个漂流一道无情的世界，承受失去雨纷纷下拍的日子看过来，安怎忏悔的目屎，着爱一摆搁流一摆。这么久，是不是感觉有淡薄仔忝？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，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，看看倒落来。忍这么久，咸咸啊，强要袂记起。总什么？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，一个会当放轻松的所在。慢慢啊，想看卖。站在一座红树天边，青山啊来，纷纷扰扰，吵吵闹闹，日子我落来，安怎艰苦的心思，变得爱吞了巴肚来。在一个漂流一道无情的世界，生生死死雨纷纷下拍的日子看过来，安怎忏悔的目屎，着爱一摆搁流一摆。疼这么久，亲像浮沉。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，一个真正无声无息的所在，点点无一个人。欸，咱节目这久啊吼，我头一届也请到耗子来咱的节目呢吼，今日规个摄影棚规拢光起来呢，光起来，光起来，光起来，因为无头毛啊，拢光起来。原来是因为安尼，嘿啊吼，这刚刚不是你的歌吼，这是我的歌啦 ，KTV 的主题的歌曲。所以咱今日因为是主题诶，这个比赛对不对？对对 ，KTV 的必点歌曲，嗯，哦 ，KTV， 所以你是这首歌是你 KTV 必点歌？对，因为这一首歌，我觉得它藏着。那个时候义无反顾的青春，嗯，那个就是很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听这一首歌，嗯啊，那时候就是很冲啊，什么都不顾，啊，现在做爸爸哦，弄就惊死啊，太羞啊啦哈，不太一样，是是。不过坦白讲，你这次是一个完全全新的创作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算是十首全台语全创作。那特别要讲的是，里面有首歌跟阿嬷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过年回去都会跟阿嬷聊天，啊，坐伫阿嬷边安尼足久，然后阿嬷常常。讲两三点钟，讲我目屎流目屎滴。嗯，啊，有一摆阿嬷就讲，哦，啊，前几天啊，阿嬷感冒，暗时起来放尿，嗯，啊，结果要落来眠床卡时，啊，规个全跌落。啊，以前讲要起来，哎，那也吐不起来。就那一天晚上是很冷嘛，然后就自己在那个床底下这样一直发抖，一直发抖这样，然后又起不来，然后又喊不出来，然后想说那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一个夜晚。嗯，这样，他一直到隔天早上。那个外劳才发现他，然后把他送去急诊，嗯，这样子。然后想讲，哦，阿嬷真正拢无人陪伴伊嘛。嗯，我想要伫咧我的专辑内底写一条歌，嗯，啊，敢那咧讲话嘛，敢那咧唱歌，啊，陪伴妈妈。那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家己笑笑。那你有一个 partner 叫乱弹阿翔，他有在这张专辑做什么贡献吗？哦，他是我这张专辑里面的。制作人，哦，有两个制作人，嗯，一个是谢明佑黑哥，嗯，一个是乱弹阿翔翔哥，双，嗯，制作这样。是第一次做我嘛，想讲我应该足紧张，伊就交代经纪人讲一定爱炸烧酒来，放松一点，放松，啊，得炸两罐。录之前
大概就一瓶半差不多。录之前就一瓶半。对哦，大概就一个小时。啊，这样有放松一点吗？哦，他放很松，他放超松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录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他就请那个录音师说：“你再帮我多架一支麦克风。”嗯，他也进去一起唱呢。哦，唱三拜、嗯、，OK。啊，桂登刚就气了，伊讲：“哎、欸，耗子，咱唱到拢袂使用。”哈音准听了拢无感。太胡闹了！太胡闹了！太胡闹！好，从此之后，我们录音室就被下禁酒令，不可以喝酒。哦，那你将来就是换一个录音室，去亮哥那里就就 OK 了。你觉得会比较好吗？好那边有下酒令，好不好？还有下酒菜，而且他可能要两天之后才会发现前天的不能用。对，好好好，一直宿醉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，好不好？感谢谢哦。Thank you.